天气这么热，球没打几分钟就满脸通红，一下场马上灌水解渴。一下喝下至少500吧，500至800一定会有。比较会喝的大概是那种1000cc 的，可以灌个一半。汗流太多要马上补水，但当心灌太猛变成反效果。近日国外就有一名10岁男童水中毒，因为天气太热，他一小时喝下6瓶水，将近3000cc。医师表示，一小时内喝超过1500cc 就有水中毒风险。汗水里面呢，事实上是含有钠离子的成分，所以在大量运动之后，就可能会产生一个现象叫做低血钠。如果这个时候呢，在补充水分，但是却没有适当的来补充钠离子的时候呢，可能会加重这个低血钠，所以我们就叫做水中毒。尤其是运动超过一小时，随着汗水排出，体内钠含量也流失得多。医师建议，这种情况最好全部喝运动饮料，才能及时补回电解质。市面上卖的运动饮料，电解质含量钠大概20左右，大概汗里面钠含量的1/3到2/2还足够补充。你可以在大概300cc 左右呢，加1克左右的一个盐。如果选天然的食物的话，可以用椰子水啊，它里面也富含大量的钠跟钾离子。运动正确补水法，前一小时就要分批喝下400到600cc 水，运动中则每15分钟补充一次200到300cc 水量。至于运动完要喝多少，可以量体重看落差，少几公斤就补回多少水，但要避免高糖分、咖啡因或含酒精的饮料。大爱新闻林怡婷、谢启全台北报道。